你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，我叫沈宗彦，今年41岁。其实我是一直想渴望有一个更加大的舞台，今次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到 TVB 参加中年好声音，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。好，同大家介绍自己先，中言。所有嘅评审老师，好，我叫沈中言，来自吉隆坡，今年41岁，系一名发型师。系啦，咁其实我系带住一个使命企上呢个舞台嘅，因为我想多谢喺天国嘅外婆啦，咁因为佢由细到大就。好希望我可以企喺 TVB 嘅舞台唱歌，咁今日我想同你講，我得啦，外婆。因為其實喺即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啦，咁馬來西亞係好難睇到 TVB 嘅節目噶，咁當其時咧係我外婆一直租啲錄影。租帶係啊，錄影帶就翻嚟睇，咁就我嘅廣東話都係喺 TVB 學翻嚟嘅。真係多謝 TVB 嘅，真係，唔該曬，係啊。OK， 老師，我哋聽下評審老師嘅意見先。我覺得你個 control 啊，你個控制唔係好自如啊。有陣時一上高音咪好大聲，好似冇加個 compressor 咁，咪間唔中又爆一下，間唔中又爆一下。你要控制你自己個 volume， 可能係呢個要 Tim Sir 去講講。你係一個有爆發力嘅歌手嚟嘅，有啲似我哋上一屆嘅林家偉咁樣。但係你咧，你要留意就係控制你嘅穩定性，同埋咧，你既然識得起啦，你又識得服啊嘛。你要練你嘅 soft 嘅聲音，你柔嘅聲音咧，我而家暫時聽得唔夠多，唔夠仔細。好，多謝 Tim Sir。好簡單啊，唱多次第一句啦，唔好咁樣嗌啊，唱多一次。我走的我那句呢？那個麥克風要拿開一點，攞遠啲。啊，我走，然後就回來。假如你不會自己收的話呢，你就用那個技術來幫助自己。你可以。我走，好聽。但剛才你的我們四五個人。一直單詞來啊，真係。其實係我哋痛多啲咯。係。恭喜你。Thank you， 多謝演員，多謝老師。